爱自己的开朗，更爱自由洒脱，做最真实的自己，享最美的人生。欢迎收看 Spark 教学视频系列之一键短片，带你进入飞翔的世界。将飞行器飞到一定高度后，点击左侧的智能飞行图标，选择一键短片模式， App 自动进入一键短片模式界面，点击拍摄的目标位置， App 下方将弹出渐远、环绕、螺旋、冲天功能图标，点击 Go， 飞行器将按照相应的模式开始飞行，并同时拍摄。选择渐远飞行，飞行器将向斜后方飞行，可实现自拍效果。选择环绕飞行，飞行器将环绕锁定对象飞行一圈，执行拍摄。选择螺旋飞行，飞行器将按照黄金螺旋曲线向外飞出约40米距离，同时环绕锁定对象飞行一圈并执行拍摄。选择冲天飞行，相机将朝向目标区域，飞行器向上飞出40米距离，冲天飞行可以实现拉高效果。完成飞行拍摄后，飞行器会自动返回初始拍摄的位置并悬停。假如点击左侧的插图标即可取消飞行，飞行器将自动悬停。拍摄完成后，系统将会自动生成一段10秒的小视频，点击回放按钮，等待3秒， App 会自动进行全屏预览。点击右上角的按钮则切换播放短视频或原视频，原视频的播放时长是实际的拍摄时长，可以点击右下角的下载。 App 同时会自动替换短视频为高清版本，点击 App 右下角的视频编辑图标，进入编辑操作界面，顶部菜单栏有自动增强等图标，底部菜单栏是音乐选择，点击画面中央可显示视频播放的时间与总时长，点击右上角的分享即可分享当前选择的短视频或者原视频。以上就是 Spark 的一键短片教学视频，感谢您的收看。